注意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请看《东方禅师》最后一段开始，末后的这两句：“毕竟阿鼻不治，万万无上菩提。”这两句咱要特别重视，因为太稀有了。 一切诸佛如来对弥陀的赞叹、尊敬，实实在在讲，就是这两句。这两句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特色，西方诸佛净土里面无，唯独极乐世界有。正因为这个事实，所以。 虽然想到花中世界，文殊、普贤，为什么要求生净土？家书早年读华严，对这个问题想了真久。文殊、普贤是花中世界，譬如加纳湖的左右手。 等于左手了，啊！波佐发心如来的大士，啊，唔是一般的菩萨。伊、啊、为什么要救生西方极乐世界？啊，然后家师想着，佛常常在经上讲的。 修行正果要经历三代阿境地劫，这个话不讲得真准可见的亦毋是披是实。三代阿境地劫啊，啊？对，讲为虾米所在开始胜起呢？啊，原 万教初祖菩萨圣迹啊！换一句话讲，在你阿无正地，万教初祖为以前你所修行嘅时间，无算再来啊！那是，格咱像咱啊，这款初发心修行。 教修法界那边的菩萨法界、佛法界，拢要算入去的话呢。那佛光啊，爱、啊、无量劫啊，那等是三大阿僧祇劫啊，这个位难相信。为什么呢？今日咱每一个学过的同学啊，咱每一个学过的人啦。 咱、啊、在电视机前面呐、啊，啊，你收看这个佛教的节目，啊，收看讲经的节目，啊，或者你到寺院，啊，听到佛的名号，汝的合掌，见、這、到、個、佛像，汝的礼拜，这种善根毋是恶劣的。 多生多劫，修习阿难也是内面含藏的经济去现行啊！你即有即款虔诚的即个态度啊！如果呢，那无即个善根呢？啊，伊无即款表现啦啊！所以咱看到世间真济人啊，伊唔信佛啊！你叫合几个奖，伊都无愿意啊！ 的啊，叫礼拜去更加免固啊！啊，伊啊，无迄个深诶神根啊！啊，可见呢，学佛的人啊，积星也当学佛，过积生啊，也即个经济啊，已经修了真久啊。那么让过积生修坚久。 但是安怎呢？无成就啊！这突然想起《无量寿经》啊，世尊为咱讲起阿舍王子啊，阿舍王子因是一个小团体五百人。 当时世尊讲无量寿经啊，因也在座的听经啊，听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，介绍西方极乐世界、啊。那么阿些、啊、王子因这个团体啊，这五百个拜中家呢，大家听了后非常欢喜啊。那么欢喜呢，当然供养佛啦。 啊，心内面发愿啊啊，希望将来家己生活也亲像阿弥陀佛咁愿。啊，听世尊讲了无量寿经呢，啊，因这人啊，发这类愿。那么，要无发心，不救往生西方。啊，就是。 干阿发心嘛、啊，啊，法官呐、啊，将来成佛了，要跟阿弥陀佛同款。但是呢，也无发心，要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啊！即、这个念头也无生起来啊。那么佛教人讲了：，我是、啊啊、王子因这個人过去生中，曾经供养过四百亿佛。 你个想看嘛？这四百亿尊诶佛不得了啊！啊，这数字太大啦，啊！一尊佛卖讲资啦啊，都讲三三阿尖几角啊，即、这个四百亿啊，得了嘛？即、啊这个修行那会遮尔长诶时间。 啊、听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心胸无心，但是不发心求愿往生。啊，那么咱今日听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发心求生净土。啊，你想想，你功夫决定超过五色王子。啊，翘贵。 啊，那么咱共用了大概四百亿以上，啊，五百、六百、七百、八百啊，咧上少啊，你只要有即款善根啊，这个善念升起来啊，我求向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佛讲诶，即个话是实在话啊，即、這个法门成就是无量劫啊，咱毋好以为今日这下佛毋是。 过去生中啊，生生世世无量劫中去无成，因缘不具，烦恼习气无尽，贪恋红尘啊！啊，那这个讲法，注会当理解为什么？即是现前诶现实汝、啊、对于即个世间人事物，汝是毋是贪恋？ 是不是放未下，就是因为即个因果。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净土，去无成。今生当中如果要有贪恋，也是毋敬放花啊，安尼也是去未成啊。不再下一句出缘，下一句出缘，毋知再到多几生多一劫为什么？你来生能不能得人心？你敢有把握？ 你得到人生，敢有把握生在有佛法的这个地区啊？你敢有机会当闻法，继续修行难，太难太难。所以想到这大家，虽然想到弯高初祖菩萨开始三代阿境集结，这成佛，佛家人讲的，第一个阿境集结修满三贤位。 啊，三贤是十主、十行、十回向，第一阿境级接啊，一修这三十个位第二阿境级接收七个位次，从初地到七地，第三阿境级接三个位次，八啊，越往上面愈难，进度愈慢啊，咱这下就想到。 佛虽然无讲咱会当想会到，顶国菩萨想要证得圆满菩提，究竟佛果，伊需要用偌济时间啊？按前面来算，第一个阿境集劫三十个位处，第二个阿境集劫七个位处，第三个阿境集劫三位处啊。顶国至少要。 这个阿境境界啊，这当正告究竟万满的福果啊，就是此地讲的万满无上菩提。所以文殊普贤是顶得菩萨啊，一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都、就是不需要遐尔长的时间啊，到极乐世界就正定，何乐而不为啊？不但自己去。 噶即个好处，甲即个利益，向所有四十一位发身大师宣布啊！恁是毋是愿意去啊？管理去呢？咱斗阵来去，看到四十一位发身大师，拢拢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！这是什么一个场面啊？实在讲，太伟大，太不可思议咯。 啊，所以从即个地方细心观察，文殊普贤当年旧声，为什么缩短时间啊？在花庄需要一个阿精地劫啊，到迄个地方归纲著正定啊，咱博地凡夫，若是以一般法门来修，真诶修无量劫啊，你才会当真正达到断见思烦恼、断尘沙烦恼、破一品无名。 净一分发心，超越六道十法界，升到花种世界，愿到初住菩萨。从即个时候开始，三代阿境集结到十地，到发分地，三代阿境集结修满了，你正顶格。啊，顶格，咱一般想法当中至少一个阿境集结。 你家想，这个时间太长，太长，太长了，真正不可思议。现在念佛即个法门枯掉了，无相法布，一切法布当中无一个一当盖壁，凡夫一片烦恼都无断啊！即一往生都大幅度超越，超越声闻，超越缘格。 超越三弦，超越七德，这样得了。所以这个法门叫难行真积法，金难行。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七德菩萨啊，毕竟阿弥不吉啊，阿弥不吉是七德，这个敲我，敲我的太直太紧，所以无人会当相信，新闻毋相信，演讲毋相信。 一般菩萨唔相信这个法门，所以佛在经常讲，唯有佛依佛，方能救病。啊啊，伊才真正明了，这到底是安怎一回事？啊，唯有佛依诸佛，这当救病明了。顶高菩萨啊，如果得未到佛的加持，伊也未清楚。 咱在一生当中啊，当然过去毋止遇到一次，遇到真多真多次。一生当中有个遇到，成功、获得、现阱，这生机会爱抓着，决定袂使放下去。啊，安怎了好掉呢？身心,心世界一切放下，我会当往生。过去心中著是即点疏忽。 总是有一两行无放下，所以去无成。现在彻底明白，除了这件代志之外，其他代志拢是小事啊，随缘做，卖放在心上。这件大事决定要放在心上，利落时钟念念相应啊，我外国在耽误决心。 在修行当中成就，那安尼你是真正觉悟。所以，这个世间名闻利用、五欲六尘、一切人事物，乃至于一切世出世间法，拢拢放下啊！真日学念地大师，献你贴的，献你干净。三中十二部，宁可不人五。 八万四千行，疗愈别人行，我拢无爱咯。一句阿弥陀佛，得证阿唯佛地，圆满无上菩提啊！我做即个去了啊！决定不怀疑，不急躁，不间断，死心塌地无一个妄念。下面，一弥陀大赞做法会总结啊！大赞完了。 回向三归啊，弥陀大赞，咱常常念，意思不难明了啊。但是爱讲一来，惊大家粗心大意，即来有奥妙，弥陀佛大愿王，慈悲喜舍难量，这一句啊，相信不难理解。但是境界太大太大。 阿弥陀佛，四十八万大众生，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尘土内面的众生。咱即个地球太小了，是一切尘土内面的一点点啊！自比虚下难量，无方法来度量，也就是无法度去想去说明，真是不可思议。 眉间上放白毫光，度众生得乐邦。啊，或者放光从来无间断过。咱在大经内面看到世尊有人介绍，光中化佛无数亿，化菩萨众亦无边。这是眉间白毫放光，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化心菩萨，功德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众生。 这都如是在前面赞叹的诸比希舍难容，显示阿弥陀佛的宏愿。从这个思想当中，你看到伊如是，阿弥陀佛在这个五浊之间，分身化身无量无边，只为一件代志，度众生得了帮。这六里就是接引众生。 啊，这边都一类的众生，根识的众生。什么叫根识？真正提出了性、愿、行三主流。心是迷途心，缘是迷途缘言是迷途言，行是迷途行。即、这个人大业往生，烦恼习气断无断无关系。 只要心愿言行相应，佛就来多你，就来接引你到极乐邦。不得地中莲九品啊，是念佛的人往生的生处。前面甲注意报告過,过了，你生在莲花内面是的的地、啊，是你的大所在啊，是你学习之处所。莲花之大不可思议，莲花也是法宝。 是你最好的修学环境。阿弥陀佛，本愿微神加持，你在这内面无需要经历什么三大阿境之劫、无量劫，唔免用遐长嘅时间。你无数劫以来嘅烦恼习气，就即来头拢拢断干净啊！快速啊！快速到什么程度？逐家去看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。 内面所讲诶，你都明白咯。最慢最慢诶时间，最长最长诶十二劫啊！最爱诶十二劫，甲无量劫、甲阿境地劫比，迄十二劫真短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时间上短诶啦。下下品往生，凡生同基土下下品往生。 啊，那么家属呢？也特然一般会动手算一列啊，大概像咱即款诶人啊，无正当作业诶人啊，即个下品是做五业十恶啊，这个作业相当诶。啊，往、這、生、個啊、是下下品。那么咱做作业呢啊，也无个足当。 那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大概爱挂固结，当圆满无上菩提呢？花开见佛呢？应当是四劫三劫，大概是这个时间呢？啊，真是快速啊！注意想想的，文殊普贤在花中世界是顶级菩萨，想要圆满无上菩提，也得爱一个阿境极劫。伊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？ 啊，这些人讲劳是为呢，无需要一极，啊，无需要，啊，以下呢算归工，啦，啊，免归工呢，伊就完全无相菩提，啊，这是说明咱为什么爱去。七宝妙述行行啊，描述啊，这个树，啊，微妙是汝游乐的处所。 也是修行、消业、成就定慧的处所啊！咱今日上课在讲堂啊，咱上课是在七宝妙术行行啊，底下上课非常轻松、非常自在，这就是咱今日讲的艺术教学。西方这世界发展是最高多的艺术教学。 好亲像就是在游乐啊，在游乐内面烦恼断咯，见思烦恼断咯，尘沙烦恼断咯，无明也破咯，自性智慧现德德显现前，相好现,現不可思议啊！在波丘清啊成行内面成就咯，啊，下面啊，这两句赞叹。 如来圣火绿宣扬，接引往西方。啊，这个如来就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。像释迦牟尼佛同款。如来圣火绿宣扬，接引释迦牟尼佛为咱讲净土三经，为咱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更咱念佛求生净土。 这是如来圣火绿宣扬，接引接引往西方，弥陀圣火绿称扬，就是念阿弥陀佛，这是净修专修净土。这个歌步是东愿往西方啊，所一切念佛人东愿往西方啊，这个地方咱要特别留意。 咱这家念佛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迄、那个地方诶人啊，也伫诶遐啊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那么，迄个人啊，甲我是冤家对头啊。我听着伊诶名就讨厌，看着伊呢都无爽快。即要安怎呢？ 到西方要哪见面呢？啊，我也要西方，伊啊要去西方，啊，难度到西方呢？啊，抑个去啊小怕嘛，啊，安尼都去不了咯。啊，有真侪念佛诶人啊，因为即个原因，甲这一生往生诶机会错过咯。所以家属在这个讲席特别提出来。 啊，未使无留意啊！那么别人啊，伊对我安怎无关系？问题是我对伊啊，所以必定爱甲心内所有一切冤结爱化解，毋管别人是伊是安怎对待咱啊，咱爱化解，莫甲藏在心内，欢喜面对接受，一句阿弥陀佛，拢拢化解。 无冤家对头咯，安、啊、尼你你会当王世风啊！啊！说人有对立，想要有看到即个人袂爽快，看到迄个人不顺眼，你家己爱知影，即、這个人不良风性啊！一定呢，爱学着看什么款人拢欢喜啊！这个、人诽谤我，我欢喜啊！我决定，我决定袂去诽谤。伊。 这个人侮辱我，这个、人陷害我，我也欢喜，替我消业障。决定无一丝毫怨恨，决定无一个念头要报复。安尼我才会当心安往西方。如果我要讨厌，啊，这一念跟阿弥陀佛本愿不相应，你的心愿言行跟阿弥陀佛无共法，不相应，去不了。 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阿弥陀佛的愿望诸比希想啊，咱有啊，无？啊，能不能往生，关键在此，啊。这个弥陀大赞，是要甲你的心内所有一切完结化解掉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破的，菩提大度度无阻碍。 啊！再看下面回向期。黑念功德殊胜行啊！黑念是指今日所做三时黑念法事，四种同修斗阵强修功德无比的殊胜，无边幸福该回向啊！咱今日所修的功德福德，拢拢回向，回向向回向哟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。 即个苦难众生，特别是在三度、六度、普愿定力、诸众生啊，定力多半是指三度啊，因为境遇非常之苦，希望伊做即个功德、福德，拢会当起我过来啊，跟着咱斗阵礼拜、斗阵发愿、斗阵忏悔、斗阵求生净土。 诵无量功德财，赶紧啊，袂使丢毒，未使言敌，咱一心一意向著极乐世界真行修。有生之年啊，我只有一个目标，一、這个方向，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清净阿弥陀佛，后面呢，求佛给咱印证，求佛加持啊，十方三世一切佛。 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发智波罗蜜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佛宝；一切菩萨摩诃萨，净宝；摩诃发智波罗蜜，法宝；三宝啊，这是祈求三宝，给咱做证明啊。咱的法官，咱的法向真神，无一丝毫虚伪。三宝给我做见证。 最后三皈依这个三时血念法书全部都完完了。三皈依啊，注意看这个文三主归啊，那每工拢做，这是归依自性，助归佛啊，归主性佛，当愿众生啊，中峰禅师这个血念法书的本文是孝良佛将。 啊，咱现在一般用的三规一是体改大刀，可是，在今日即个时代，销量扩张重要。即、這个意思就是俗复回民啊，佛法确确实实真正是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。如果后面无人继续啊，佛法到终端。 世界大多有几个人会当做到，孝良佛祖是真正激发志士仁人殷切的期望，会当发大心，令俗福回命，会当牺牲自己。啊，像林岩经上所讲：“将此清心奉顶察，施者名为报福恩。啊。” 真正要报复因，爱笑容。佛教，爱修福，慧民啊！你一定要遵照印公大师的遗教，顿轮真分，现写准成信愿念佛，求生净土啊！你才当落实，这就是法无常心啊！所以家书啊，伊讲。 感觉《中方禅书》的原文意思深啊，从伊这句话内面，咱会当体会到祖师大德的用心，希望后来人会当发心，学佛慧明，消融、不教啊。那么，咱今日在做这个。 法师啊，也是依照这个原文好啊，免去改动的啊。所以家叔公伊看到这句话呢，非常的感动啊。体改大多不错，贵人也当做到啊。体改大多是待贴大悟啊，明心见性，还是一个期望啊，不一定。 会当做到啊，在咱今生当中不一定当做到啊，但是有这个期望啦啊。但笑容佛教，你若真正发心、认真、努力去做，一切祝福会甲你护念，一切菩萨、良天显神甲你加持。只要你真正肯发心啊，你会当家佛法进行起来。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六亚湾五比 q 起家，家师讲经说法，这么多年常常讲，真将五个人发心修良佛觉，一旦个佛法兴起来，个佛教兴起来。但是最低的条件啊，大师常讲，你要放弃自私自利。祖书祖 爱放弃名门利用，决定不追求名门利用。啊！爱放弃五欲六尘的享受，爱放下贪嗔痴慢。啊！你有资格担当得起骁良福将的使命。啊！你对得到三宝的加持，天龙八部、神仙的应和。 啊！第二条，自规佛，东愿众生中，侵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啊，那么这是第二啦。啊，即、這、系、個、第二条诶、這個，即 发是规发布啊，自规范呢？归自性发布，自性发布在哪里呢？经总就是自性发布。诸佛如来正的了啊，因为诸佛如来的自性，各人各己的自性啊，跟一切众生的自性是即个自性。 啊，刻不闻，不在经上上讲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心啊，十方三世佛，三世来头有未来世啊，所有一切众生拢是未来佛，三世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那么咱大家。 拢是未来佛啦，共同一发心，一心就是即个自性，一智慧，一智慧就是摩诃破贼波罗蜜多，是咱自性本有的破贼智慧。啊，六无为一年啊；十六素无为，拢拢是讲款。 啊，祝福有啊，咱每一个众生也拢有，拢平等。所以经总展开是什麼？么是咱自性本机诶，发布啊，拢得讲咱自性，自性本有诶，界定智慧啊，在经总来头啊，毋是甲别人学习啊，毋是逼别人啊。 啊，皮啊，来看一件啦我！啊，佛说教多难，拢是教咱回归到自性。即个道理一定爱捌。咱多只讲平心见性。啊，点开、啊、经卷，你全部捌了。为什么捌了？啊，是你家己自性诶嘛。 啊，点开经观呢，甲你家己自性内面诶，不智智慧、戒定慧三学，隆隆带出来咯。啊，无见性啊，迄只好呢，看着已经见性诶人啊，咱好好跟伊学习。啊，学习是一个阶段性。诶。 毋是永久诶，希望咱学习一个阶段之后，会当把咱家己自性诶三好、三报带出来，啊，都是引发出来，啊，是即个意思。啊，迄个时阵著叫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入佛境界。 不了一句，祝归经，同愿众生统利大众，一切无碍。这是归自性真宝啊！自性真宝是什么？么六和敬，清净法身，六根清净一定不亮。 啊，是主性进步，与六合境，与一切大众相处，啊，是主性进步。这一条实实在在是得说明啊，人是社会动物啊，人啊，每当离开人群团体，独立生存。 啊，这无可能！啊，一定爱甲真子人、真子人相处，共同生活。真子人相处，要安怎会当和睦？中国个性先贤够多人，和平、和睦相处是国啊，要怎会当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啊！ 啊，如果那无平定，啊，袂当平定对待即、这个和睦是一个理想，啊，还是一个理想，袂当落是啊，决定不能落是啊，所以这评定重要，啊，现在呢，今日即个世界有史以来从来无这呢动乱。 会使讲真乱呐，物料动乱，什么原因呢？无平等啊！你家庭未和，好，会未和呢？你一家人无平等，夫妻未和，夫妻无平等啊！你。 公司行好，不好啊，头家甲员工无平等啊，所以国与国不合啊，宗教与宗教不合，族群与族群不合，什么原因呢？毋知影爱平等对待，毋知影六合经，六合经是平等。 平等对待的落实就是六合境，人人拢有当修六合境，这个世界社会肯定是安定和睦啊，彼此互相尊敬、互相敬爱、互助合作，还是大同之地啊！这几年来。 啊，家书总结大圣宗教的教诲啊，提出十句二十二：真诚、清净平等正觉诸弊呀。啊，这十二呢是讲咱用心，佛者心就是安尼，故心是真诚，故心是清净。 佛心是平等，佛心是正等，佛心是慈悲啊！咱会当用即个来修正家己诶心性啊！咱诶心甲佛诶心共款，啊！用即款诶心来修啊！用即款心来修四十八愿。 那安尼呢？啊，咱诶心懂佛，啊愿懂佛，啊佛在一切经上，甲咱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啊，这个项目十二啊，这十二菩萨行啦、啊，看破是对于事实真相。 空达明了，啊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啊生活在这个世间虽然多自在，啊决定无攀缘啦，啊虽然啊真自在，啊自在虽然，啊最后呢念佛重要，啊咱知影念佛是一生当中。 就当处敌德政阿维洼地，快速圆满无上菩提啊！用这个来通力大众，一切无碍啊！通力是跟一切大众合作、和睦相处、合作合作，虾米障碍都无，虾米国会都无。 啊，那么这是家书呢？那么一生一修学啊，提出来一个心得啊。今嘛有真侪人啊，把这个做成对联啊，啊，更在互相的两边。那么顶联就是金行清净平等正甲慈悲啊，下联呢就是看破。 放下诸灾水缘念佛，那么这是丁二年啊。那么丁年呢啊？咱也当讲是性德啊，因为咱祖性本来呢就是安尼啦啊。每一个人本性就是安尼啊，但是好亲像起码咱唔是安尼啊，咱心虚伪无精神 啊、心散乱，物念，无清净啊。那么咱甲别人啊，有对立；人与人之间啊，有对立；啊，族群与族群有对立，国与国有对立；啊，宗教与宗教有对立，这无平等。那么为什么？ 诶，这款现象呢，没啦！啊，所以无正觉，觉破灭嘛！啊，心觉都不没，啊，不没都是觉，啊，这个觉是正确的。觉悟了，什么叫做正觉呢？怎样？这个污流万流，跟自己是一体，是污染自己的心所显出来。 咱诶心所变诶，啊，所以这世间诶好人歹人，好事恶事无离开咱家己诶心啊。好亲像暗时要做梦，梦中有家己有别人啊，那么有好梦有恶梦啊，梦一的醒起来，想想诶，这梦为得来。 啊，为咱的心献出来嘛！啊，如果无咱的心，这帮是为到来啊！想想啊，整个的网境就是自己嘛！啊，己的主心啊，你真正悟啊，真正悟呢？那么当然呢，你回归到真清净平等，当慈悲心自然升起来。 为什么猪逼呢？怎样众生和自己是一体啊？这个关系非常密切。为、啊、什么呢？自己变的嘛，自己的心变的嘛。啊、你讨厌的也是自己变出来，的，你欢喜的也是己个心变出来。的、啊。你若真正明白这个事实真相、啊，你欢喜人事物。 讨厌人事物，你诶平等去关怀啊，你都袂分别啦。啊，那么这是咱诶性德。那么要如何开发咱诶性德呢？那么下面啊，即、這个莲啊，这就等于是修德啊，咱来修啊。本性虽然有，你若无修，敢若成为金伫的金矿内面。 你无去甲开采，无甲提炼，啊，都未当恢复已经嘅本质啊，包括石头内面啊。所以修德是开发，啊，性德是本来有，啊，那么比这個无名烦恼砍掉咧，啊，那么要如何来破除这个无名烦恼呢？著、就是。 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念佛啊！这什么障碍都拢无啊！恢复到咱诶性德。那不然后呢？河南圣众，河南是梵语，翻成中国话是敬礼，向一切圣众礼敬。古早时候即个意思，大家拢知影。现在慢慢清楚了。 啊，你若要写一个某某人河南，大家看着真奇怪。啊，河南是毋是你写毋着字啊？啊，是甲会写共款迄字，难甲相写啊。啊，共款共款。啊，你若甲和尚写成河南，啊，其实河南甲和尚意思无共。河南是境内，啊，是一句个境属。 啊，那么咱这看佛教利用诶，即个《文件大全啊，内面啊，过去呢，拢写即个佛啦。啊，但即个意思咱也知影啊，以后咱看着即两字，就知影迄个意思啊，毋是写毋到。好，今日咱释念法书》呢，到家啊，讲完满咯啊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。那、啊、么，家书呢？ 啊，伊啊，真恳切，希望将来呢，咱逐家若要做即个三时学念法疏最好呢，啊，先甲即个三时学念啊，家属讲诶，开头到尾先听一遍啊。那么如果这个国语听无？ 啊，需要听傣语啊，那么咱即次即个翻译傣语啊，提供予大家参考啊，在咱佛教卫星电视台来播送。啊。那么听完之后，再去做即个法事，随文入观，功德更加殊胜啊。那么这次啊，咱即个三时合念啊，开始在佛教卫星的录音室录，那么在澳洲。 杜文巴正中学院这录影室来玩玩，啊，这也非常殊胜难得啊！多谢大家收看，阿弥陀佛。